老师来了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翁可晴，欢迎再度准时锁定当冲俱乐部。我今天非常荣幸可以邀请到鼎业投顾的鳄鱼老师来到节目的现场。鳄鱼老师你好。嗨，观众朋友大家好。这回啊，我给大家给吹了去不？那是吹哪一个方向呢？对不对？那我们等一下要听听看老师的意思哈。好，这个利空修正已经结束了吗？哈，已经结束了吗？不知道哈。辉达跟台积电呢，昨天表现其实算是不错，所以台股今天是出现比较好的气色。但是呢，这好的气色呢，是有人在看哦，站稳了季线了，回测季线完之后，应该就开始出现大幅度的反弹。但是量价配合那些，还有一些族群上面的表现，哎，就不同喽。所以我们还是要提醒投资人哦，有时候爆波段哦，这个波段爆下来，大家就知道了，鳄鱼老师厉害，哎对，当冲一哥厉害。我咧讲哦，一挂投资朋友哦，不适合做波段，嗯，为什么？还是卡在迄个人性啦，唔是讲你投资股票袂赢啦，最主要是你的人性，把你哦一副好牌被他搞乱掉了啦。真的哦，有时候买进来的时候都是水水的，啊过没几啊就是吼、哦、沉不住气，赢唔敢讲大赢，输得笑也凹，从这一次。雄雄这礼拜时间安尼，给你大落2200点，哎、嗯欸，真的是机会教育啊！你如果习性还是改不过来的话，麻烦你拜托你，看这当冲，它的优势大过于波段这么多，你偏偏刚好一波关，就跟人背了去。单解套，安尼敢好？我来讲嘛，经过即届教训，咱俩吼改变一下，因为即回啊落太凶的啦，你莫阁怪我鳄鱼老师哦，乌鸦嘴啊，先讲着对对啊，你甲看，敢讲无来甲你提醒？我你讲的时阵无人要去嗨啊，因为啊你没有看到那种严重的一面。你没有看到那最后一根稻草，嗯，等到你看到，是啊，代志大条。后来，就算这回跌升反弹起来，有那么好吗？嗯、我跟你讲，你还是不适合做波段。我建议你不要拿自己的幸福开玩笑。该改变那就改变。其实这次的教训、哦、已经会伤到本了。但是如果又有下一次，又有下一次的话，我觉得这卖啦，卖一次又一次啦，你把你的这样会受不了。那个血汗钱哦，啊，平白无故输在这个股市，真的太可惜呀、啊。嗯，真济家庭哦，都是为着股市哦，闹风波啦。当时只是好心说为家里添点什么，对不对？是啊，没来知啊，啊，你的性情就未下。为什么讲你性情无下做波段？因为你赢就酸，变赢就是输啊，啊输嘞就凹，哎、欸，了个大大条，了个会惊会颤，再来偷救兵。会惊会颤，还要继续这样抱着。因为不知道，因为他不知道要怎么出啊，他也不知道到底该。撸完料就料撸多呢啊！了解。奇怪，你赢的时阵，你奈无啊？新官掠摊来，甲大来甲赚了一倍两倍，唔敢。笑你有钱嘛？唔敢。所以我讲嘛，咱改变一下。你的性情无适合做波段，你的性情呢适合做当冲。嗯。完全拢无套牢的问题。咱东港就甲砍掉去啊！然后咧，啊，收完盘无代志啊，看要好啊，带孙啦，哦，啊是老朋友招咧，来去山顶爬一下山一下啦，哦，啊是来去海边晒一下海风尔，心情才快活啊！而且咧，阁会使赚百万以上，你做波段嘛无可能安尼赢，因为你赢袂大嘛，
啊，甲赢袂大，咱来做当冲，互你家己无压力，安尼毋是较好诶。要跨出那一步啦，是啊，要跨出那一步。日积月累啊，你对我来战机，哦，绝对不会输于波段，赚到后你嘴笑目笑就会，是不是？所以讲你改变一下，对你有好无歹啦，人客，好我听我讲啦，当冲优势这么多啦，啊你偏偏你放弃这么多的优势。而且哦，这么多优势啊，很适合你自己。你好我甲思考，甲看卖下者。我二一老师劝你改变一下吼，有好无歹。来，即马重点是这个啦，台积电，对不？这个台积电，你莫怪我乌我嘴吼。我咧甲你讲伊的未来呢，我咧甲你讲会安尼。你拢无要无紧，为什么？因为伊的获利进度，我甲你讲上好上好啦，十趴啦，今年啦。啊，你讲啊，那是十趴尔？哎，你还看伊股本那么大呢？哦，2593亿呢，对不？啊，获利啊，佫会使增长10%，已经学到伊厉害啊呢。我是甲评估啦，但是你有没有看到？今年股价涨了多少？秀一个，涨了88%，干嘛伤憨？起了伤离谱啊！我才讲完，马上安尼，你要怪二一老师伤准？世间有这道理吗？对不？准是你上好的挖苦啊，但是你不要借用二一老师优势。去展现你该赚的钱。好了，落下这啊，今仔就反弹啦。你涨 ADR 表现未歹啊，我知啦，你看有我刚看无，对不对？啊，坐起来，你又爱讲外号，都外号嘛，你嘛拜托一下。我跟你讲啊，台积电最大的隐忧在谁的身上？你敢知？川普。川普啦。拜托，都卖好酸掉啦！哎，那酸掉哦，哦，逐工都叉叉挠挠，哎，对不？那个贸易战呐、啊，为什么我讲台积电最大的隐忧在川普？因为伊即马要搁设计一套啊更严苛的晶片法案，讲咱台积电拢抢美国厂商的生意啦！你现在这即句话，你敢听会落？啊，输人就输人啊！你即摆咧，生意做输人，就怪讲咱台积电伤厉害吗？嘿，抢人美国人的生意啊！好啦，啊，怎啊然后当选呢？你怎啊会错你等？所以我跟你讲嘛，不要把反弹当作吼多头呢，拜托你、不要吼掏一波2200多点，把咱视为不见。哎，搁耍嘞，搁来迎来第二波，哇，大假啦！所以我们在跟你讲，贴着盘面，不管什么行情，照样一蹦哦。遐要哪做？就是当冲，即马上适合你的，就是用当冲操作。你讲当冲敢会赢？哎呦，哦，我们新加入的会员哦，桃园的陈太太，来，他说哇，他说七月份这样赢。七月份赢得好开心，一天一支，用500万的额度，这个信用额度都爱你去问营业员才知啦。或许啊，你手头现金100万啦，那个人信用不错啊，几啊栋厝咧啊，对做包租婆、包租公啊，对不？啊是的，哎，银行存款都不错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讲，这个信用额度不是。以你现金 为主、你可以可能就是现金100万，那你信用额度也不错啊，那个不是、那个个人的信用都不错，或许信用额度500万，甚至1000，甚至更多，对吧？啊，二一老师说啊，以咱500万的信用额度，来计算，来一天一支，来总偷偷到今仔日7月份哦，赢或者269万1000块。
这你做波段，敢有法度赢呢？无可能吧？嗯、啊，你讲啊，迄好事哦，哎，高塞温啊，运气没有。人家，你搁甲恁照看麦啊？这是六月份。六月份。嗯。同款，一天一支，同款是用500万的信用额度，这赢偌济？385,500块，这是高塞温吗？我今嘛问你哦，当冲会使赢破百无？会使无？会使。六月份赢385,900块，七月份赢偌济？269,100块。这两个月安尼个加起来有超过600万无？超过啦哦！或是一挂投资朋友讲啊，我当吼赢偌济交偌济会费，比方讲我赢100万，我甲你交一届会费，安尼好无？上好嘛是以你方法安尼上好，但是尽管我就不同意。吼、哦、啊，无你当这无甲两个月，你已经爱交六届，超过600万以上的获利，对，啊你爱交600啊嘞，安尼你敢会好？是不是？所以我讲嘛，咱即卖采行三个月啦、六个月啦，还是一年嘛，用这种模式吼、哦、来服务会员，是不是？啊，咱当冲呢，有一挂投资朋友吼，伫质疑讲啊，当冲敢会赢？来啦，我做予你较紧啦。其实有时候就不认识，所以就会一直去怀疑哈，怀疑说当冲，哈、啊哦。啊，投资者吼，有诶当时啊吼，拢逐水草而居。嘿，看人哪好吼，啊，就讲啊，迄人未歹未歹，啊，若落的时阵吼，哦，拢真歹真歹，对。啊，你常伫安尼做来做去，换来换去，买到尾啊，你什么肋骨通通有。对哦，对。结果有赢吗？都是没赢嘛。所以我讲嘛，咱锁定某一些特定个股，好啊，甲大力大力甲发挥。哦，你比方讲啊，咱的。这个清代家族的吼，是哎，会员爱做四星的呢？为什么？它成交量大，然后价格又高，两三千块的。这中间这个价差一下下，啊、做一张多哇，没讲一二十块啊，是一两百块啊，我落咧几啊百张啊，是几啊十张啊，未成交挂一单就没意思啊。之前有人还不太敢做，跟了鳄鱼老师这个之后，他发现原来。就好省千几块的股票，这好扭力的啦。嗯，来啦，你看四星，干那用当冲哦，要安那个赚百万，我来讲嘛，一张图，我鳄鱼老师发信息给你，你就一张一张做吼。哎、哦欸，你若讲哦，较介意做高价吼、哦，你甲注意看，来，要安那一两个月甲赚百万，免不免料、哦，完全拢靠当冲哦。六月十一号，四星有无？这一赢了87块。来，六月十三号过来，又过四星来，这赢了又过84块。哦，过来，六月十八号，哎，赶快弄四星来，再安尼赢了又83块去啊。过三日来，六月二十一号又过四星，这赢话这135块。过三日来，六月二十五号过四星，这赢了45块。哎，鳄鱼老师拢是话是讲哦，来。算了，来六月二十六号，哎，赶快四星，这赢一百，哦，过来嘞，七月三号，赶快做四星啊，唔对，哎，安尼30块，大赢小输，这就是咱拿捏做当冲的美感，哦，我输赢拢公开让你了解，哦，不要你看的是全部吼，唔是片面的，来，算了，来，过七月四号，过四星，这赢了82块，哦，过来。七月十六号，哎，这赢了60块，哦，这拢同一支哦，拢四星哦，安尼来来回回，安尼甲做，来，这是今仔日七月二十三号，这安尼一个啊尔，100块，一个啊尔，哎，所以讲安尼四星嘞，过外月时间，咱总共出手10摆，赢9届，输1届，安尼总结嘞。干那一支四星，一赢97万，这是伊一张一张做哦，安尼完全拢靠当冲，免本免料的情节之下，安尼咱就讲赢97万，就一档哦，四星、啊、一档，对啊，十次97万，
啊。投资人有时候会无法想象，你知道吗？按内探级哦，是按内探级吗？然后鳄鱼老师说，是，就是按内探。所以讲哦，咱改变一下啦，因为真侪物件吼，你拢还未用到，但是呢，我股票吼做个老啊啦，啊未赢啦，啊未赢，佫拍死唔走啦，哈。讲啊，这奇怪，我来甲你讲，从人性这方面哦，你就克服不了啦。卖讲你啦，这多投资朋友拢甲你同款啦，对不？赢一输啊，就要走。啊，那安尼你就来做当冲嘛，是不是？嘛对吼，安尼讲就有道理耶。是啊。如果你想要赚一点点，你就跑的话，哎，那当冲我们时间也花不到两个，很有时候一个小时或二十几分钟就谈就。是啊60块拿到手上，是啊，所以讲啊，咱来拿捏，配合你的方式，配合你的心理所为啦。嗯，哦，有的投资者哦啊，看到股票哦，心肝头就乱糟糟啊啦，哦，啊，若要买股票吼，曾经很爱他，现在很恨他。对啊，啊，都哦，啊，人看人得去，啊，就心肝头抓狂啊。那也没去掉我的是不是啊，都没去掉我的。所以我说嘛，很多投资朋友不知道你做股票为什么输，要让你做股票输就是让你抓狂就好，因为你千多点认为很高啊，对吧？去到两万点你也说高啊，去到两万四千点啊，你做嘛抓狂啊，嘿、hey, ，我当初啊，较早买就好啊，啊，要哪会知遐济，要知，对不对？而且两万四千点买进去的张数跟金额还特别大。是啊，啊，所以啊，投资者就是爱到最高点。迄当时我安那讲，你嘛无效啊，我来甲你讲啊，就是安尼，叫你改用当冲，啊，你偏不爱信，断我死啊！怪鳄鱼老师乌啊嘴，吼，世间有这代志。我来跟你讲啊，那甲这个情节来，嘿，咱要安怎赢股市的钱？这简单的啦，咱就吼爱找弱势股，做放空的动作。我鳄鱼老师探讨你较紧，利基有无？就跟你讲啊，啊，这都爱安怎做，对不对？来，今仔日的，甲回报，二一七甲回报，安尼赢25块。这算讲短线单的啦，啊嘛是赢，对不？刷来个蒙拉兼洗裤哩，嘿，当冲也要个赢，是不是？这也要个赢，安、啊、尼做着唔是遮顺的，唔是遮趣味的，对不对？你该伫什么时阵做什么动作，你家己爱知影，哦，不要过于盲目去追从。不怪你做股票的输，来，我神盾，有无？顶礼拜四，咱就建议啊，297甲空落去啊，互怕互咧。迄当时我甲你讲啊，一个头两个头，啊，这安尼围起来是按木头，是不是？我卖趁济，该补咱补，17块的价差。安尼第一落第一收收，安唔则好诶。嘿，甲你遮无收啊，搞不清楚是做多做空，好太多了吧？尤其投资者习惯做多啊，那习惯做多，佫袂晓见股票的情况，哦，迄只食亏诶呢。观众朋友，按暂时如何赚100万，就甲迄个四星同款啊。即边安那个赚100万啊？来，我赢互你较紧，安去。7月12号，1445，这要蒙拉兼这一口，你要注意看哦。哦，短线单也要赢，当冲也要赢哦。人客，不是鳄鱼老师变魔术哦。安尼，哇，一百当冲，这也要甲赢。刷你来，今仔日回报145块，安尼一日啊久尔。一张一张做多，咱这千外无建议你做低，对不？啊，你就一张一张做，安尼现赢20-30万，这几家的卡手尔，两三摆，安尼个赢20-30万去啊。所以
咱投资朋友，咱改变一下，用当冲，不管什么行情，照赢一半哦。安尼是日子是较好过。啊，你定定个啊，万这万那，因为你还不知道你的性情不适合做波段啊，不适合做波段，你硬搁要甲熬行情，无意义啦。来啦，咱熟悉第一波啦，来，这马仔，马仔要做的这个欢欣鼓舞。哦，无啦，马仔要做的是这支啦，锐不可当啦，嗯，哦，锐不可当，哎，若有兴趣的赶紧啦，来，咱熟悉第一步吼，手机啊，甲摕起来，你甲扫描 QR code， 加入鳄鱼老师的 Light， 哦，有好无歹啦，和你共同来体验，嗯，来了解讲当冲咱是要哪赢，较会趣味。赢到说，哦，会破百万，要留下电话哦，投资人哈，哦，这个想要，啊，想要，我们常常在讲哦，把握赚钱，想要赚钱，它不是口号，是啊，对不对？你要当冲让你赚百万，扫今天的 Light， 留下你的电话，你会知道七月份又要结束了耶，很快很快就要结束了，你有赚到两百多万吗？没嘛，为什么？你扫 Light， 让鳄鱼老师探头你看。好不好，啊，好，时间关系，我们先休息片刻咯。赚钱最快的四个方式，信息落差，你不知道的市场已经反应，认知落差，认知决定上限，努力决定下限，执行落差，我做了你没做，执行力拉开财富差距，竞争落差，你我都会，但是你做的没有多好。鳄鱼用心，大家放心，02-8511-3366，等你做阵来。鼎业投顾是金管会特许通过的合法公司。甲诈骗集团和一挂乱七八糟的网络公司是大无同的。鼎业投顾会使带会员做股票投资，嘛会使带会员做当冲，一兼二顾，安心赚钱有保障，欢喜斗阵做回来，快乐人生做阵行。鼎业投顾02-8511-3366。你生来就一无所有，何惧从头再来？半年来想要翻身，上紧的方法就是做家己会惊的代志，也是感觉家己做未到的代志，甚至是无可能的代志，马上做，立即做，手续办了好，马仔对我来，鳄鱼信心十足，喊你走出好未来。02-8511-3366，等你做阵来。回到节目的现场，当冲让你赚百万哦，这个只要你身历其境之后，你才会感觉到真的很厉害哦。南投的谢妈妈，因为七月份比较晚入会哦，所以呢，她那个时候，上次带了两只鸡，好，哦，说要送给鳄鱼老师，他因为他鳄鱼老师已经下班了，我们只要把那鸡养在公司里哈。哦，他七月份他赚了120万，他说那个鸡能不能补身体？像鳄鱼老师哦，我们就觉得啊，投资人有赚到钱，我们其实是很开心的。是呀，啊，是呀，啊。所以我讲吼，人生啊，有当时啊吼，莫想铁气啦。嗯，你来股市遐久啊啦，敢有赢到钱？无啦。为什么赢无？因为这甲你的个性有关系。嗯。哦，你赢唔敢甲大赢。哦，啊，你拢会脚底抹油，你就甲酸。啊，变赢就一输啊。哦，啊，若像这回咧，坐落2000多点，你就咧熬行情，啊，就唔听鳄鱼老师讲。嘿，几啊日前就叫你股票卖卖，哦，安尼较轻盈，改用当冲，你都不爱信啊！你都讲啊，哎呦，啊这当冲哦，唔知安怎都安怎，我来讲，
这就是你对当冲不了解。它强过于波段，有这十一大优势，这真多都能够克服你的心理障碍。因为你做波段，第二件事放个惊飞，所以这不适合你做嘛。啊，咱改变一下嘛。上基本的，你做当冲，袂去套牢，绝对袂去套牢。而且赢到嘴笑目笑，不管什么行情，照赢一半哦，对不？不管多头、空头，还是忽多忽空，咱照赢。七月份就赢了269,100块，顶过六月份呢，赢偌济385,900块，干那这短短两个月来，赢偌济超过600万。你做当冲，感觉这趣味过？唔捌人吼，啊唔捌，来，熟悉头一届。明仔载这支最不可当哦，让你体验一下，哪有兴趣，赶紧哦留下你的联络电话。嗯，好，这个市场啊，我们要讲句实话，不是你努力就一定可以赚到钱。这句话你一定要有认知，赶快扫我们的 LINE， 然后留下你的电话。我们鳄鱼老师为了这个2000多点帮助投资人，打电话进来你就知道 Hold Kong 底位都为。感谢我们鳄鱼老师这次的帮忙，也感谢投资人锁定，我们再会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